啊，又翻嚟啊！科學新知啊，第二節啦。嗱，就我諗最近大家知道啦，發生一件好不幸嘅事件咧，就即係有位嘅喺台前表演嘅舞蹈藝員咧，就因為啲嘅事故咧，就導致係重傷嘅。咁其中一個我哋最大嘅疑問咧，就係重傷之後佢康復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呢個要提一單一單以往嘅事啊，大家都記得咧，就以前有位嘅演員啊，美國演員 Christopher Reeves 咧，佢做超人嘅。Superman，佢有一次馬球嘅比賽入邊咧，佢喺個馬上邊咧跌咗落，打個關鬥，咁咧就嗰個後腦落地啦。咁嗰個傷勢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就係佢應該斷咗，即係嗰個脊骨啊，我唔知第幾節啊。咁佢係跟住係終身殘廢啦。咁到咗前十幾年就病逝嘅。咁嗰個後來嗰個情況都係幾惡劣啦，因為要坐。唔知係輪椅啊，甚至個呼吸都做唔到嘅。咁佢呢個狀況，因為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啦。就其中一樣嘢，我諗喺醫學上咧，好多人都會問緊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會唔會有朝一日咧？譬如一啲嘅中枢神經系統嘅重傷，或者大型一啲好嚴重嘅損毀，我哋可以修復。但係以我理解係神經細胞應該係一死亡就冇得係康復嘅。嗱咁講啦，普通嘅神經細胞嗱，即係我呢度就係、是、我睇到呢個新聞，我自己即係香港有藝員受傷嘅新聞，我諗大家都好震撼啦嚇。咁甚至乎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大家有聽過，可能佢老闆話負責佢即係佢嘅醫藥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實際上就係、是，如果呢、這、一個即係我都好希望就係有奇蹟出現，就係、是、即係傷者可以去有咁康復，即係得咁康復。即係你話可以還原到先前冇事嘅，當然係最好。咁康復過程係長，係咪？但係咧，我覺得對於家屬嚟講咧，一個好大嘅折磨就係話咧，一路即係如果睇到個傷勢真係好重，亦都未必睇到個康復嘅希望嘅時候咧，對大家嗰個心理負擔其實亦都好大，亦都係即係嗰個醫療負擔亦都會好大。咁其實由呢度咧，我都真係令到我真係抄翻一啲，就係我哋而家個技術去到邊一度咧？我諗如果喺我就會咁講啦。如果二三十年前真係出啲意外，我就會覺得我會比較絕望一啲。但係其實咧，我都記得喺我哋科學新知節目入邊咧，我哋都嘗試去揾過，即係講過少少呢啲咁嘅技術，而似乎睇到咧喺近啲即係5年啊，甚至3年咧係有少少嘅突破。咁、那個少少嘅突破來自係邊度咧？就係、是、來自我哋對於嗰啲點樣去同我哋身體嘅神經線。點樣認識我哋身體嘅神經系統啊？同埋我哋點樣去外加一啲嘅方法嚟去做去恢復佢？我哋係有多咗一啲知識喺度嘅。咁我梗係衷心希望嗰個嘅科技發展可以能夠幫助到即係傷者啦。甚至乎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係有心人，佢係覺得。去能夠支持到呢一種去重新接駁呢一個受損嘅脊髓或者係頸椎入邊嘅神經，重新接駁神經呢種技術係即係可以幫到好多人係值得投資落去。我亦都覺得係呢個係啱嘅時候，大大力去支持嘅。即係甚至乎我睇過，我哋有報道過嘅。往年諾貝爾獎阿李嘉誠先生佢就佢好樂意去投資喺嗰個嘅基因剪切技術。於是乎個技術成熟有成果，係咪？咁但係我可以話就係話咧，嚟緊我哋都可以睇到就係話，只要而家有適當嘅投資，有人有眼光有心嘅話咧，可以喺一個咧講緊可能係真係講緊10年或者更加短嘅時間入邊咧，係令到我哋嗰個嘅接駁呢一個咁樣嗰啲脊骨神經線係會有個顯著嘅進步喺度。咁我希望趁住呢一節咧，我去盡我嘅能力去介紹下我哋現時嘅一啲嘅科學嘅進展，等大家睇到就係其實我哋真係唔算太遠嘅，但係我覺得有人肯俾力落去咧，加速嘅話咧，係可以令到好多呢啲因為意外去受傷嘅人咧，係得到康復過嚟，亦都可以安慰到佢哋嘅家屬，令佢俾到一個希望。咁我覺得呢一種嘅希望，大家即係除咗係純粹衷心祝禱之外，就係話，我覺得如果有錢有能力嘅人，甚至乎可能係電視台嘅老闆，係咪？佢哋係即係本身已經好有錢，佢有能力去加速呢一個嘅科技投資嘅話咧，可能真係講緊係一個我有信心，即係可能係講緊5年
5年到嘅時間，可能係即係可能係一個科學新知未執得切粒嘅時間嚇，咁我哋就會可以咧，能夠有一個好好先進嘅外科手術嘅技術，令到將一啲受到脊骨受重傷嘅人咧，都能夠醫治起上嚟。即係講緊可能係半身癱瘓啦，甚至乎可能喺頸，如果頸椎出事，全身癱瘓嘅人，會唔會都可以即係俾到希望佢哋咧？咁我好希望就即係我哋盡量去介紹一下啲最新嘅技術。咁其實咧，阿台長頭先有一個問題，我未答，就係話神經線係咪冇得搏咧？唔係嘅，但係好視乎係乜嘢嘅神經線。我諗即係台長你唔會即係忘記嘅，就係話喺嗰個新聞行業入邊，俾人斬斷手嘅事件唔止發生一次嘅，係咪？咁但係咧我哋係可以接駁翻，即係如果能夠好好地保存醫生手勢好咧，咁可以接駁翻。咁當然最後個恢復能力係有限，但係起碼譬如嗰種痛感啊，嗰種即係喐到都仲未控制到。咁其實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喺某一啲嘅情況入邊咧，比較可能相對冇咁複雜嘅神經線接駁手術係可以做得到，只要能夠將佢擺近啲，咁佢哋自己就會生翻埋。然之後就好似話咧，每個月生一厘米咁樣，我唔記得一個準確數字，好慢嘅係可以係生得。但係同樣嘅事，如果你要擺喺嗰個脊髓入邊嗰啲神經咧，就好難發生嘅，唔係話完全冇發生，但係好難好難發生。咁所以呢個就係令到就係點解半身不遂，即係個脊骨一有受損，個傷殘可以係一個咁長，即係終甚至終身嘅時間，或者係講緊啲全身癱瘓啲，即係我哋甚至乎睇到就係話，即係對於嗰、那個受病即係病嘅人，佢即係得個頭可以有意識，但係成身喐唔到，其實係一個對於佢自己。因為對佢家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大嘅折磨。咁但係具體上點解唔得咧？咁以我有限嘅知識就係話，佢嗰個嘅再生能力同埋個複雜程度，佢冇一個好有效嘅機制令佢修復。咁唯有就係我哋而家咧，就係話喺嗰個醫藥科學啊，甚至乎生物學入邊，我哋有冇辦法去重新去介入去？令到個病況就算唔係得到完全嘅醫治，都係舒緩咧。其實係有一啲辦法嘅，暫時係。咁簡單嚟講，係咪神經細胞同埋我哋其他嘅細胞，例如肌肉嘅細胞，係有啲本質上嘅唔同嘅？嗱，大家都有一定程度嘅再生能力嘅。我哋以前就嗱，神經細胞，我撇開唔好講咩肌唔肌肉、骨唔骨嘅細胞先啦。即係基本上一啲，其實好多細胞有再生能力嘅。我哋一度以為腦神經細胞係冇再生能力。其實唔係嘅，我哋觀察到都係有嘅。不過咧，年紀越大就越慢咯，年紀越大越就係死嘅就快過生嘅咯，甚至乎最後就可能真係比較老嘅時候就冇乜再生嘅能力咯。其實就係咁嘅啫。所以問題就係你點樣去介入到去再生嗰個機制？咁呢個其中嘅一步。咁譬如就係話。如果係我哋以前科學新知有提過嘅一個技術，咁其中其實咁樣講啦，我話現時企圖去令到呢啲脊髓神經去重新，即係去舒緩或者恢復呢啲佢嗰個嘅神經嗰個能力咧，有兩路嘅，即係好粗疏分。其實就你如果專家嚟講，可能會再細分一啲。咁第一路咧就比較物理性質嘅，就係點咧？我哋將啲神經線睇成電線。斷咗個位，我哋加條電路駁通翻去。咁譬如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乜嘢啊？我以前有講過嘅就係我哋插一啲電極喺嗰個病人嗰個嘅神經受損位嘅附近嗰度。然之後咧就有一種方法就係不停地俾刺激佢，咁令到佢咧就成日覺得好似有啲嘢受到個刺激，咁於是乎咧就會令到佢個再生咧。即希望就能夠令到佢個再生能力都不停地試下再生，生長啲，生長啲，睇下會唔會有一日係可以真係駁通到啲嘢。咁其中一個我哋以前報導過就係對於植物人嚟講都試過，就係我哋照係不停地俾啲信號落去，俾啲刺激落去，佢嗰個腦神經，甚至乎嗰個頸椎神經嗰邊嗰度，咁就係有似乎有例子就係話，可能就係佢俾個刺激夠耐嘅時候咧，就令到佢能夠脱離到嗰個植物人嘅狀態咁樣，就恢復咗個意識，跟住其實都係令到啲嘢駁翻通咁。咁同樣嘢，我哋都嘗試將佢擺去喺嗰個脊椎嗰度啦。就係有時譬如話，因為意外斷開咗 ，OK， 上邊嘅信號落唔到下邊。最嚴重嘅情況就係連你嗰個呼吸心跳嗰種信號都落唔到嘅時候咧，你就要用個機
你去維持個生命，係咪？但係有啲就純粹係個運動神經即係唔得，但係譬如話控制嗰個呼吸同心跳嗰個神經線仲係可以即係搏到落去咧，咁佢就可以自主地去呼吸，係咪？但係佢要喐自己嗰啲身體嘅肌肉就喐唔到啦，因為其他嘅運動神經就斷咗，係咪？咁會唔會就啲人就會諗啦？誒，會唔會我嘗試搏翻通佢？我將上邊嘅信號外邊搭條電路落去 ，OK？ 我將上邊線路抽出嚟，然之後將個線路個信號放大去搏翻落下邊嗰度，咪去喐翻咁。咁其實係呢個就其實真係會將人當做個機械咁去處理。咁有研究去嘗試去做呢一步嘢嘅，我唔敢講做得非常之好，但係就係話係即係呢一個就係話喺我哋冇辦法令到嗰個嘅脊髓神經去重新接駁信號嘅時候，又冇一個外加嘅方法，好似一種叫做即係義肢。一個純粹人工的一個神經接駁 的方法嚟去重新去點著翻個信號，咁其中有一路係比較去研究一啲身體同埋呢一啲咁嘅電子元件嗰個界面嘅人咧，即係嗰班科學家咧，佢哋就會喺呢一度去嘗試去推進。咁我唔即係暫時我未去做好全面嘅資料搜集啦，咁未係算係有好大嘅成果喺背後，因為咧其實大家嘅更加希望去追求咧，就係話一種可以唔需要依附外加元件嘅一種技術，真真正正可以從內邊成個去恢復。咁其實咧喺呢一度我就會話啦，最大即係最有希望嗰位咧就係嚟自而家嘅幹細胞技術。不單止幹細胞技術，係幾種嘅技術嘅。咁其中一種咧就係可能阿台長你而家都有抄到出嚟嘅。咁佢咧就會係呢個你係抄緊二支喎。咁但係你有另外啲。而家 show 俾你睇，佢頭先 show 咗出嚟㗎啦。就呢個即係你講一段咧，我而家 high 嚟咗嘅。咁但係個標題咧，大家係睇到啦 ，Two Breakthroughs in Spinal Cord Research 啊。係啦。嗱，咁其中一路就係我哋講嘅就係嗰種。將用人工加個電路落去接通佢啦，將人當成一個嘅電子，即係電子線路板咁樣嚟去接通佢啦。另外一路咧就比較係由內在嘅，咁會係點咧？就係你會唔會可以了解到嗰個嘅脊髓神經嘅生長機制，從而刺激翻佢生長，令到佢接駁有希望。咁喺呢一度咧，以我好有限嘅知識咧，我係聽過有至少兩樣、三樣版本唔同嘅進路。其中一樣就是幹細胞，因為我哋認為幹細胞可以適當地去 program 佢咧，佢哋就會變翻成生翻脊髓神經嘅細胞。咁有人就會諗得簡單啲啦，我可唔可以直接喺嗰個揾啲白老鼠，佢真係好殘忍地令到佢受傷，然之後咧就加一啲幹細胞佢自己會識得，將佢個幹細胞自己擺入去咧，好多時幹細胞就會咁嘅，佢識得自己埋位分工嘅。佢知道嗰位需要新嘅脊髓神經細胞，佢就會識得周圍去 program 去令到個幹細胞變咗做脊髓神經細胞咧，咁就會係生得翻嘅。其中個進路會係咁嘅樣，但係即係講個原理係咁啦，實際上做成點咧？咁呢度就即係未即係有一定嘅進展，但係去到邊我即係嗰個技術嗰啲卡位喺邊咧，我未有時間去慢慢梳理。但係我就會睇到就係已經有研究係去擺喺呢一路嗰度。咁而另外一個咧係我睇多少少啦嚇，咁就會有多啲進展咧，就係話咧，既然嗰個嘅神經線係好需要刺激嚟去維持佢嘅存在感，即係我嘗試咁樣去比喻啦嚇，因為咧你神經線咧就會用進廢退嘅，你唔用佢就會衰弱，就會衰退，但係你成日用佢，成日俾刺激佢，佢自己覺得有用，佢自己就會繼續去不停地發展。佢生多啲新嘅嘢出嚟，咁其中一種方法就係即係參考翻，可能係腦退化都可以用到，就係我哋去加多啲神經傳遞物質，即係通常咧呢個神經線係受到刺激，佢自己就會識得去發放一啲神經傳遞物質，於是乎佢就不停地受刺激，又不停地去刺激人啦。OK， 佢唔受到刺激，佢亦都唔識得去發放啲神經傳遞物去刺激其他嘢。咁有人就話：，會唔會我試下喺嗰個受傷嘅位置投放大量嘅呢啲神經傳遞嘅介質，令到兩邊受傷
但係唔知道即係要點樣去生翻嘅嗰個脊髓神經嘅位置，哇！會唔會喺呢一種浸淫於呢一個嘅神經傳遞物嘅環境之下，就識得繼續去溝通，繼續去互相去兩邊條橋駁翻埋咧？咁呢個又係其中一種方法。咁喺又係喺老鼠度做實驗，又有一啲嘅結果嘅。咁但係喺乜嘢情況下得，乜嘢情況下唔得咧？咁呢個我又自己具體唔清楚。咁其實好多時咧就會係咧，嗰個諗法就係我哋點樣喺受傷嘅位置嗰度擺一啲適當嘅外加嘅嘢，令到佢識得去接駁翻。好多時骨係識得嘅，我哋研究斷骨，啲骨係識得自己去揾翻對面。佢哋喺未條骨未生埋嘅時候咧，已經喺中間嗰個斷開位咧生咗層膜嚟包住嗰個嘅傷口，然之後自己識砌翻條骨出嚟嚇。爭在你對得正唔正，有時生得歪唔歪，但係佢基本上就會識得向翻嗰個方向去自己形成翻嗰個骨質出嚟。咁即係呢樣就係骨自己個修補嗰個能力喺度。咁但係有冇辦法我哋可以係將呢個故事喺神經嗰度去重現翻咧？咁而家就係我就會話啦，可唔可以透過外來加嘅電嘅信號咧？可唔可以透過外來加嘅一啲神經傳遞物作為個信號咧？作為維持嗰個嘅刺激佢再生能力啦，另外就係幹細胞，咁就係呢幾個方面嗰度。咁我會咁講啦，而家喺呢度就係話咧，佢仲係停留緊喺白老鼠嘅階段。咁但係頭先我記得咧，就係話如果講到去投放神經傳遞物去嘗試令佢恢復嗰度咧，係而家係嘗試緊嚇，去將佢轉喺人嗰度去做，係向 FDA 申請緊轉去人嗰度做前期實驗嘅。所以點解我會話咧，好粗略地睇過啲資料話咧，係開始有初步俾人試嘅一啲嘅實驗。所以我就係話啦，如果有老闆真係想幫到人，唔係淨係幫自己夥計，真係想即係令到即係拯救世人嘅話咧，我覺得而家係一個幾好嘅時間，係會有一班科學家嘗試努力去俾多啲成果你睇，而係就係話，既然有啲研究已經喺白老鼠身上有初步嘅成功，準備轉去人嘅時候咧，咁你就意味住呢一種咁樣嘅技術咧，可能真係10年以內即係一旦成功話，10年以內就會變成一個可以真係去到臨床嗰度去救人嘅技術都唔奇。如果你睇呢篇文章咧，就好樂觀啦，因為佢有啲講到即係相當之冇講話誇張啊，但係即係一日之間佢可以令到一個病人咧可以行路，同埋可以游水啦，同埋踩單車啦。因為咁佢佢就講緊係話。重新令到個脊髓神經恢復，係講緊一樣咁嘅嘢喎。係係啊。啊，所以唔奇嘅，即係而且係喺老鼠上面睇到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即係我會覺得係好鼓舞嘅。即係我呢度都要再呼籲一次，就係話即係我哋冇人睇到意外發生，亦都知道個過程好漫長等待。即係以前我哋睇電視劇，覺得而家醫學咁昌明，好快就會有人救。即係我好似講一啲好天馬行空，但係我自己去真係嘗試去揾嗰資料睇，我會覺得，既然有啲嘅準備去進入呢個喺人嗰個嘅試驗階段嘅時候咧，我覺得只需要有人願意再投放資源去研究嘅時候咧，令到呢樣嘢再加速咧，呢一樣即係去拯救呢一啲半身不遂同埋全身癱瘓病人呢樣嘢咧，我會覺得唔係天空流角嘅嘢嚟㗎啦，已經係喺嚟到呢一刻去講嘅話。係啊，咁你如果睇埋最撚尾一句更加精彩啦，就係話咧，原來呢個方法咧，同埋呢種軟件要用軟件做埋啦，就非常之個人化嘅，即係每一個人要度身訂造嘅。佢話咧，如果要 scale up 啊，要將佢即係將佢擴充啦，或者將佢提升嘅話咧，比其他病人咧係需要人工智能同埋呢個機械學習嘅軟件咧，去幫助呢啲嘅醫生啊，同埋呢啲咁嘅專家。我想話真係幾樣嘅學科要夾埋去做呢樣嘢，包括係電腦啦、人工智能啦、電子技術啦，同埋係醫學神啊。經係啦，神經科學啦，呢樣嘢最後變成係，即係我覺得我哋而家活喺一個時代，就係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學習嘅技術係好成熟啊，即係已經係可以成熟。意思就係話，佢可以已經係準備好應用喺好多嘅方面嗰度去幫助我哋嘅人。咁嗱，我唔清楚啊，最後係究竟邊一種技術最快成熟去幫到人咧？
唔知道，但我覺得係可以係以年計嘅時間入邊，我哋會睇到一個即係好大嘅進展咯。咁我好希望就係話，我會話，科學喺呢度有時會話，有時等科學家研究起上嚟都蚊瞓。咁但係大家不妨回顧一下，我哋過去呢兩三年受到瘟疫困擾，最後亦都我會話真真正正係個科學發展，令到人係提早地去解決咗個困難，即係喺解決疫情嗰度係出現咗。甚至乎大家睇到啦，就算 Moderna 啱啱呢兩日啱啱呢個公布嘅業績，亦都非常理想啊，佢都繼續會即係繼續係賺緊錢。咁嚟緊呢啲甚至乎發展到一啲去拯救，即係呢啲半身不遂病人嗰啲嘅神經科學嘅相關研究，嗰啲可能係牽涉到幹細胞啦，牽涉到醫學啦，甚至乎原來牽涉到計算機工程入邊講到嗰啲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嘅嘢咧，原來呢啲嘢咧都係相關行業嚟㗎啦，變咗嚇。而佢哋最後咧，我都會即係夠斗膽講，就係可能係以個位數字年計嘅時間，就會令到我哋忽然間覺得，原來對於癱瘓嘅人咧，我哋係未絕望嘅。嗯，咁最後希望就係嗰位傷者係其他同其他嘅。嗱，當然希望唔使用到咁啦，真係自己可以好得翻啦。但係我會覺得大家就喺呢一刻就唔好放棄希望啦。即係尤其是或者係有能力嘅人，去加快呢、這個加大呢個希望啦。即係令到呢個研究去加速啦。咁即係希望就即係喺呢一度。唔係話亂咁俾啲正能量大家，但我覺得喺呢一度嚟講，係的而且確喺科學上有根據嘅，我知。係喺大家能夠能力同埋能夠時間上等到嘅範圍之內嘅，係啊。我哋係咧，謝傑初，既然我哋咧講咗呢個幹細胞，下一次翻嚟咧，我哋繼續啊講講呢個幹細胞對我哋有咩人類有咩咁大影響啊？